下一位梁耀忠议员，主席，今日我哋立法会嘅四周咧，就保安嘅戒备情况咧，就非常之严密，就好似一个高度戒备嘅监狱差唔多。咁我哋议会咧就等同监狱，我哋议员变成乜嘢咧？我哋受唔受到尊重咧？如果喺议会里边议员唔受到尊重而开会嘅话咧，我觉得呢个议会系冇咩意思嘅，继续落去。所以我系支持一个嘅休会。而另一方面咧，香港係冇真民主，但係尚有少許嘅自由。呢一自由就係可以讓我市民咧可以係表達唔同嘅意見，同埋可以發聲。但係今日我哋市民、我哋議員都唔能夠發聲，我覺得咁樣嘅議會亦都係冇意思嘅。而第三咧，主席就係你個濫權咧，係實在係非常非常之大。如果我繼續讓你繼續落去主持一個會議，即係我哋係縱容或者係默許咗你種濫權繼續落去。我哋要維護一個議會咧，係主席係只一個係去主持會議，唔係個濫權嘅。因為我哋發言咧係由主席你要去裁決，你要判斷究竟佢同嗰個嘅議題係咪符合，甚至乎咧有冇重複等等嘅。但是很可惜，你没有做到这个角色，你没有自己去做你的本分，只不过用一个自己个人的权力呢就去做你即是要做的事出来。我觉得这样做法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主席的角色实在是觉得你是不应该继续做下去，但很可惜你是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继续开一个会议下去呢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也是要求咧係即係休會，而另外咧就係我哋議員實際上真係嘅好多嘅問題未曾問得清楚，未曾能夠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咧，繼續讓我哋咧為市民發聲。好似何素蘭咁樣，佢講得好清清楚楚，佢話佢已經發言只係發咗一次咁多啫，佢仲有好多嘅問題都想去繼續去表達，但係好可惜佢冇機會咧。如果俾你繼續做呢個主席嘅話咧，佢就冇機會噶啦。咁因此，如果係咁樣樣嘅話咧，我覺得佢嘅權利已經係完全被剝奪。佢由市民選出嚟噶嘛，佢係一個直選嘅議員嚟嘅，佢係要受到市民嘅監察，就係佢喺議會裏面咧，會唔會係同佢俾佢發聲，俾佢代佢哋發聲？但係而家佢連呢一個發聲機會都冇嘅話咧，咁呢個會有咩意思咧？俾人又講咁，所以主席，除非你真係讓我哋議員繼續可以去表達市民大眾嘅意見和聲音之外咧，如果唔係，呢個會再開落去嘅話咧，係冇意思嘅。下一位梁繼。